明天你是否会想起艺术，艺术有艺还得有术，这就是我的风格。高晓松，你知道我今天要干什么吗？虽然我刚才歌唱得很烂，但是我还会跳舞。这真的很奇特哎！一个不被人嘲笑的梦想，就不能称之为梦想。我要给你 ，yes， 不不，小一，你们觉得呢 ？yes， 哦 no。他如果坐在我旁边做这个动作，我会一下分辨不出来的。怎么黄淑俊、高晓松都在？啊！我先跟你说 no， 我要给你 yes。我很爱高晓松，但是我要给你 no， 对不起。他的背影哦，小松还比他瘦一点。